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了解一份新的工作。然后这个工作的话是皮包跟皮鞋的制造。它的那个最近的车站是在埼玉县的吉川站，然后月给是20到25万，然后周休2天，要求日常的日语绘画。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来了解一下。我们公司每天在12点的时候会开始举行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候会有50到100家的公司案内。那个说明会之后呢，大家可以会拿到一张面试的面试卷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拿面试卷接受3点钟开始的面试。